Hello， 大家好，欢迎接着收看《勋的实况》，我是勋古恋。今天玩一点这个，它算是手机游戏吧，但是它也有出电脑版，我就先用电脑版来玩。它是不要停八分音符奖，然后这款游戏最近非常的红。然后除了它非常红之外，各位看官应该也知道，它是一个声控的游戏，也就是说我们要用声音来控制它。所以喽，各位看官。稍待会儿可能会出现，我大概是做了实况做了3到5年以来，从来未曾有过的超重量级尖叫。所以各位看官，为了你们的耳膜着想，我想你们等等可以把声音给调小一点。对，我先说一下。对，然后我等等要先想一下，我到底要喊些什么，去让那个东西移动。好啦，用讲了，还不如直接先玩一遍，先给各位看看看一下到底长什么样子。哦，对。所以他现在只要我说话，他就会动。所以我接下来可能不能正常的说话。好，我们现在先来个铃铛，铃铛，铃铛。哎、欸啊，没有叫。铃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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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怎么没有？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好像。这好像还蛮难的，等一下哦，铃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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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这样完全不可爱，可爱的台词都被我念得不可爱了。好，刚刚不知道各位看官知不知道 Lingo Lingo 是什么？它是一个手机游戏的影片，然后非常的洗脑。我虽然没有玩那个手机游戏，可是我看那个影片，我就觉得天哪、啊，好洗脑。好，我们换个台词好了，我们唱歌好了。对，我想一下哦。被我嗨嗨嗨高声的猫的声嗨嗨嗨高声的猫，这样我喉咙哑掉，我叫。被我嗨嗨，为什么？为什么？等一下，我发现我超不会玩这种游戏。等一下，我发现我好像叫两次，我声音就哑掉。我要喝个水。等一下，这个超级伤喉咙的啊！这不止伤各位看官耳膜。还超伤喉咙的我想一下，应该有什么歌可以唱？我们的歌是呐喊的，我想不到。好，我想一下，应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吧？比方说，给你来假发瓜哦，给你来假发瓜哦，假拖拉。OK， 就是这样子，给你来假发瓜哦，给你来假拖拉。我发现这个声音大到，冲啊！你在小火车，这声音大到会让邻居都听到，然后还跳上去，我觉得这有点夸张。我觉得我们要调一下敏感度，对不对？我把敏感度调高一点会不会就 OK， 就是这样子。对，没有错，就是要这样。好，我们现在来一个卡贝，嗨嗨嗨，卡完。我发现要让他跳上去的话，我唱歌会变很难听，所以不行，我要思考一下，我可能跳的时间点要调整一下。好，卡贝瓦嗨嗨嗨，卡瓦塞里蒙的沙沙沙啊啊啊啊啊，嗨嗨嗨，卡瓦塞里蒙的沙，基本都要拉到到，最开朗我感谢哦，嗨嗨嗨，卡瓦塞里蒙的沙。等一下，我要换一首歌，我想一下还有什么歌是可以那个突然很大声的没有，我想不到，没关系，我们换一个方法好了。你考你考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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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考你你考你考你あなたのハートにニコニコニ笑顔とやざわニコニコ这样不行啊，ニコ会变成不可爱了。等一下，叮咚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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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那敏感度真的有增加吗？
等一下，我想一下，应该还有什么歌可以唱？我想一下哦，这首好了。东汉末年分三国，我等一下喉咙有点哑掉。东汉末分三国，烽火连天不休。等一下，我只会这一句。东汉末年，等一下，我想一下，应该还有什么歌可以唱？我想一下哦，不然就那个嘛，今来吃肉干哦，今来吃肉干，吃土豆。OK，这 OK。今来吃肉干哦，今来吃土豆。OK，这真的太大声了，不行。今来吃土豆，太远了，这真的太远，这真的不行。这个我会被警察抓，这真的太远了。应该是夹头刀的效率最好，不过我现在我试一下叮咚叮咚啊，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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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太扯了，这真的太扯了，这真的太扯了。让我想一下，我们就轻松玩好了，那个就随便啦，对吧、啊？重点是还有什么歌可以唱啊？我想一下，哦，有，这样，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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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哦，它是，如果你突然给它一个音，它会跳，嘟嘟嘟嘟嘟，这样。我破音了，等一下，我要喝水。我发现我突然给他一个音的话，他会跳得比较高，所以还是我们在特别远的地方，我们用敲麦克风。再试一次。大人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虽然东北不大，阿加哥你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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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啊，我在东北玩泥巴，算嘟嘟嘟嘟嘟。刚刚那个比较大声，为什么他跳的比较低啊？是，不然我靠近一点，靠近麦克风好了。大人啊，我在东北玩泥巴，虽然东北不大，嘟嘟嘟嘟。哦，有，我感觉，我麦克风要靠近一点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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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没有问题 ，OK， 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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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准备，嘟嘟嘟嘟嘟嘟，这真的太夸张了，这已经是应该可以让各位看官的耳膜都爆掉，然后你跟我说跳不过去，这真的太夸张，前面明就 OK 啊。还是换一首，我们换头刀好了。然后麦克风靠近一点，应该有机会。好，进来讲头刀。OK， 这种感觉，砍球走。哦，加，有这种感觉，这距离够远，这可以试试看。可是这超大声，这我真的觉得不太好了，这已经对我们邻居不太好了。好，我们进来讲哇，哇。你来夹头刀 ，OK， 哇，超高，对，我知道这种夹头，我觉得他真的没有跟着我的音量，夹头刀，夹头，夹头，很大声嘞，超大声，然后你跟我说。他只跳了一点点，这真的太夸张了。我们再试一次，这不可能。我们前面明明就可以跳得很高啊！进来吃好吃的肉干，我是吃土豆。好，我们来。你去帮我叫那个什么，冲阿里山小火车哦，冲阿里山小火车。冲啊，李三！这真的太夸张了，我明明就叫得很大声了。
太扯了、啊！我还没有过这一关，我已经先被 FBI 查水表了。卡贝瓦嗨嗨嗨，卡瓦森的摩托车嗨嗨嗨，卡瓦森。吉布嘎嘎摩托，吉嘎啦我感谢的哟。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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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嗨嗨嗨，卡瓦森的摩托车。来一个铃咣铃咣铃咣铃铃铃咣铃。哎、欸，可以，等一下，那个东西要跳过去。OK， 来，这个也是。哎、欸，哦，这是要连续叫是不是？等一下，来哦。哦，我懂，那就来。零拱，有要连续叫，零，你拱。这是什么游戏啊？我已经觉得我的节操已经丢光了，然后你跟我说我还是过不去。孤独万岁，思念无罪，谁保证要醒来有人陪？我的人心早有预备，还不算太黑呀呀。那个第二段是什么？好，我们第一段再唱一次好了。孤独万岁，思念无罪，谁保证依旧？这首歌的歌词我记不太得哎。Hero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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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 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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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o。哎、欸，我真的不知道他的歌词，哎，我完全没有在记。Nobody knows who is 。我觉得这不行，这不行。然后我们来一个叮咚。你看，我现在脑海里只有叮咚、叮咚跟假头的，我跟 Nico、Nico、你耶。那我们来一个可爱一点，我们从头 Nico 到尾好了。你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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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考你考你啊那大脑哈的你考你考你一搞得给你压着你考你考哎我觉得你考突然变成那个重金属偶像这样你好，好啊！我天啊，玩到崩溃了！不是，这限值规定啊，这个游戏。好，我们现在在玩这个游戏，我们就先来发个两招，来一个先发制人，不是先发制人，我连招式都念错。先声夺人啊！先发制人是什么鬼啊？谁的招叫先发制人啊？好，我们现在来假装我们正在实况 LOL， 然后我们现在要先来发这一招，这个是来个先声夺人 ，OK， 这招非常的不错，然后我们再来一个，没错，我们快要到，我们按下去破甲剑 ，OK， 他怎么停下来了？这样不行，我们输了，他跳得非常高，可是他就停在那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好，我们先没关系，我们很简单，我们就是先来发个先声夺人哈，那我们再发个破甲剑，这没有问题的。我们先来，我们第一招，来先声夺人 ，OK， 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发一个这个招式，就来一个破甲剑，破甲 ，OK， 没有问题，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继续，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发现啊。他的剑可以穿过我的爸爸。我觉得刚刚那个可以连续叫很久，然后他就掉下去。啊！他的剑可以穿过我的爸爸。好，我们再试一次假头刀好了。假头刀，进来假八卦，假头刀。我现在每叫一次我都会心虚我觉得。假头的，我觉得很大声，好，我们来一个
你在大声什么啦？爹！他倒退了，他倒退了。哎、欸，我觉得这是很奇怪。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他的剑可以穿过我的爸爸？哎、欸，这个就很油啊。可是他要跳的时候。他的剑可以穿过我的爸爸，我说他的剑可以穿过我的爸爸。欸，到底为什么？嘿，到底为什么？这很大声啊！铃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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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贝瓦，嗨嗨嗨，卡瓦塞的莫诺山，嗨嗨嗨，卡瓦塞的莫诺山。基本卡拉我摩托吉卡拉我哎、欸，超不可爱的，这样都变得不可爱了。嗨嗨嗨，卡哇塞的摩托啥？有感觉，有感觉。You want to don't 啊哇，这游戏好难玩哦。这巴菲特音符你怎么看？你已经。死很多次了，你是不是很想加偷刀呢？偷刀真好吃，我该讲这偷刀是加偷刀的就好吃，我该讲这会使，这会使啊！我收到啊，我你应该啦，丢啦，你还摸马甲甲。马甲甲马甲米，我跟你讲啊，这一定马甲，马甲甲马甲米，你好啊，你让我过一下，所以啊，弄起马甲甲也不丢啊。啊！哎、欸，这真的是新的实况，有史以来真没有节操。甚至我现在录这部影片，我犹豫要不要上传。哦，我跟你讲啊，这一定会使用的呀、啊，就是咧一大堆的，足济。啊！我收到啊！我收到啊！我该讲了，我刚刚我收到啊，对啊，我收到啊，你看啊，我收到啊，哇！你应该啊！啊，我得讲啊，你一定爱骂我的马甲甲马甲米。欸，我觉得马甲米不错啊。马甲米抹一下都可以飞得跟飞机一样高，为什么刚刚会死掉？可以，我跟你讲，这次我抓到感觉了，我已经有感觉了。我这次我用灵拱灵拱一次玩到尾。来，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铛铛铃铃铃，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铃铛铃铛，铃，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铃，铃铛，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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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铛铃铛，差一点。哎、欸，我真的觉得好最后一次，因为我真的很怕邻居跑过来敲门，所以最后一次。可是我相信再次一定可以，因为我们就快要做到了。来，铃铛铃铃铃铛铃铃铛铃铃铃铃铃铃铛，不行，这太小声了，来一个大声一点。铃铃铛铃铃铃铛铃。铃铛铃铛铃铃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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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除了喉咙已经有点快要爆炸之外，
我觉得我邻居应该受不了。现在是早上10点，我很有良心的在早上10点录这部影片。我如果在半夜录这部影片，绝对会被抗议。所以，我还是选择在早上录。不过，各位看官，如果你真的想要玩这个游戏的话，请斟酌一下你的喉咙到底受不受得了。还有，记得一定要用马甲甲，因为马甲甲不止照顾你的皮肤，它会连你的阿嬷都顺便照顾。所以用马甲甲来玩这个游戏是再好不过了。然后差不多这样，然后最近就是比较忙，我现在开学之后会比较忙，所以我有空也是录这些比较小品的游戏，给各位看看。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哈，对，好，那我想今天时光就先说到这边哈。Let's go next episode。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个喜欢，然后。想要继续看下去的话，可以在账号旁边按一个订阅，顺便按一下订阅旁边的铃铛。从今天开始，成为开动吧 B 站 Audience。别忘了在影片下方评论区啊，那件是名目最大，兄弟哦！也别忘了去粉丝团那边按个赞。好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咪！啊，我想到了，狮子王。啊，西班牙，八八七吉娃娃。啊，西班牙，哎。有机会啊！这东西来了2次。好，我发现狮子王才是制胜武器耶。不过我刚刚被白离到，所以各位看官，如果想要玩这个游戏的话，狮子王好像是不错的选择。